梦回肠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蓝虎。怪战方武装怪，对战方的话是一手神木林。怪战方宝宝给自身起一手法防。怪战方这个玩家的话有两只红孩儿啊，配合着本身的一个武装怪的一个技能，可以说是用的风生水起。对战方高连给观战方人物打上毒，对战方人物清观战方的一个后排，观战方继续戳拉出红孩二，对战方冰川怒的一个伤害也是十分高，直接动飞了观战方的一个后排。怪战方人物给红孩儿打上分光，三位真火烧四千，也可以说是非常猛。对战方的一个法伤确实太强了啊！这个怪战方的一个学法的话，对战方暴击还是能秒到五千。超级红孩儿开始疯狂清对战方的一个宝宝，对战方风卷残云扫过来，我靠，这只红孩儿，哎呦，有高级鬼魂。带高级鬼魂套，这样的话这只红孩二一时半会儿还飞不掉。对战方人物继续戳，怪战方现在主要的一个输出来源就是用红孩二烧。对战方开始冰川怒继续动，对战方一手奇音三叠没有点掉怪战方这手攻宠，怪战方人物分光给到这只童子，那这只童子的话肯定是要保的，怪战方血量给他卡满，对战方锥子控制一下，完了，加了这么多血这么多 buff 是吧，没有出手，对战方闪铃铛，怪战方三只宝宝都有法防，这就是说明怪战方要硬拖硬拖这只红孩儿起来。对战方一手铃铛，红孩儿起来，起来之后观战方马上加分光，对面的一个锥子也被观战方给控制住，这样的话观战方这只弓宠可以出手，三位真火烧掉对战方的一个锥子，这只红孩儿的话起来就输出了一回合，观战方这只是力劈，有分光的一个加持，劈了对面350，观战方赶紧给对面丢一手破甲，对战方的一个抗性有点高，对战方拉一手孩子，观战方再给宝宝加真阳令旗，对战方触发一手献祭，怪战方丢一手鬼气，如果这个铃铛能把对面孩子咬跑的话，那真的是立功了。对战方利用这把侵蚀的话直接选择点怪战方的一个人，但是效果并不是特别好，怪战方一手力劈，劈孩子七千，怪战方这只宝宝的话特别稳，这只魔化童子，力劈再次劈掉对战方的一个孩子，那这样的话对战方感觉有点难了，怪战方场上的一个宝宝基本 buff 全满，
怪战方的一个宝宝有了罗汉之后，对战方也是秒不掉，